第一题，跑步比赛入边点样先攞到第一名呢？冇人同你跑，自己一个跑，自己一个唔系，死啦！我谂我同你真系不相伯仲。一嚟就去到终点，喺终点开始。答案就系用脚跑啊！咩啊？喵喵！即系点啊？用脚跑啊！呢啲系 IQ 题嚟嘅咩？一年里边边个月有28日呢？每个月份都有28日。哎呀，好靓啊！白色衫摆入红海里边会变成点？都系衫咯，湿咗咯。K.O. 上面前有一个苹果同埋一抽提子，佢会洗边样先呢？佢会洗手先。郭贝儿同埋佢阿爸郭王普整咗个好靓嘅蛋糕，出炉之后会边个食先？郭王普啊，郭贝儿出炉个蛋糕会边个食先？出炉上镜，真系噶，一定系你做啦，你攞个相机出嚟啊！何嘉欣参加几招，但系佢半个人都唔见，点解呢？哦，因为见永远都系见一个人，唔会见半个人。凌晨六，郭贝儿、黎瑞凡、袁力一齐出街，但系只得一把遮，但系每个人身上都冇湿到，点解呢？因为冇落雨咯。喂呀，你啲 IQ 咁容易嘅，咁啊系啦，点解咧？跑步比赛里边，力常跑过咗第二名，咁佢而家第几名咧？第二名咯。好嘢！因为佢只系过咗第二名啊嘛。仍可之想买一个价值6000元嘅手袋，同埋一个10000元嘅名贵手表。咁到最后用咗几多钱呢？一毫子都冇使过，因为佢就系想啫。有架艇入边可以坐10个人，但系里边已经有9个啦。有个大肚婆上咗只艇度，但系点解个艇会沉呢？因为个孕妇有两个人咯。我知，因为嗰个系潜艇。奇罗罗同阿凡达一起去咗跑步，但系跑跑下撞到仇家寻仇，点解第一时间系打奇罗罗先呢？哇！呢啲你有冇睇？你有冇睇卡通片啊？奇罗罗贴纸贴纸，同佢嘅颜色有关嘅。绿野仙踪，绿野仙踪，耶！我好嘢，好嘢，真系懒嘅都唔懒嘅，嚟。李太、王太、朱太一起去买衫，边一个会最难啱心水咧？呢题有少少难度啊。系咯，猪又系成语故事嗰啲啊，诸多要求。诸多啊！嘥咗好多努，嘥咗好多努力啊！如果你哋都中意睇我哋拍嘅片，咁就记得揿埋右下角嗰个钟仔，一有新片就会通知你噶啦。记得。